8岁打到现在了，30多岁了。啊，连你就是一直打羽毛球没有做工啊？啊，没有做工了，现在要卖鱼喽，是吧？卖鱼他妈的啦！我是演戏，演到去，连刚好这个疫情没待机，我来不是帮我朋友喽，卖。哎，第一天没派呢，他妈的蛮好玩的嘞。啊，就是哎，蛮多人干的，因为我每次直播只有1000多人、2000多人嘛。原来连夹脚夹脚公务公博公务公博，他妈的6000多人呢，第一次，第一次那种人，你他妈的每个人就 PM 我叫我做嘛。第二次就10000人，第三次就16000，第四次就跳去30000，30000了就直接飙50000亿了。现在我新加坡啊，我另外一个名了嘞。啊，什么名？51,000。哎，现在有人要找你卖那个内裤，你要卖吗？卖 Gore-Tex， 我要卖 Gore-Tex， 有没有 Gore-Tex？ 卖 Gore-Tex， 他要卖 Gore-Tex 是卖 Gore-Tex， 而且我不要卖一片啊，而且我不要卖一片啊，我要卖整只吐进里面。哎 ，Gore-Tex 有两种，你拿下渡人家屁股哦，我这个球拍给你嘛。你不是有送我一个 bag？ 我送你一个书包了，我怕你要着了啊，着了的时间。不是，那个 bag 是有名的吗？你妈的，不要瞎说，他妈的，你去泰国买了那种便宜的给我。干呢，你 standard 一点啦、啊，一定是有牌的啦，没有牌那里。啊，有牌的啊。有牌的。妈，你不要送我，你不要送我那些他妈的乱来的。那我送你的书包，你不用带 passport 过来马来西亚了，你带那个书包就可以过了，马上过了。你妈的！我要问你啊，你的羽球拍 最贵多少钱呢、啊？一只，你这一生能用过的，200多马币啊，最贵的啊。连你比赛那一只，也是200多啦。你要练球吗？我教你要吗？我不要啦，你妈的很喘的，打羽毛球你神经病，不会喘的，很喘的，不要了。没有你，马币200多一只啊。没有，新币200多。那你下面那一只呢？我下面那只3万6。3万6啊？有没有送两粒？买一条送两粒，有没有？两粒的，有送的。哎，你赢过最大的奖金多少啊？很少罢了啦，几万块罢了。啊？几万块？那你觉得你觉得你赢过赢了最血淋的是哪一个？最血淋的。就是亚洲啊，亚运会4年举办一次的。哦，那个啊，亚洲的啦。啊，多少？第二名啊，第二名啊你。第一名，第一次第一，然后第二次。你拿第一。啊！他妈的，看你这种脸，你还拿第一名啊？啊！你要啊！现在还有练球吗？你还有练球吗？现在没有练了啦，现在我要做直播了。我看你直播，我别没有没有，不能输你啦，真的。哎，有没有在叫球啊？叫球呢？有啦，一点点啦、啊。哦，你还有打吗？自己有打啦，一个礼拜打了打几次咯？哦，这样打啊，用手打、啊。这样打，用手打。没有，是这样啊？啊，这样吗？这样啊。这样。上下啊！我没有了，我不能了，我打到破皮都没有用了。我看刚好见我未卖了哦。OK 啦 ，OK 我你多少人？你多少人？我是阿罗斯塔的人。啊？多少？阿罗斯塔。哦，阿罗斯塔。阿罗斯塔我真红的哦。阿罗斯塔我是白红的哦。露营不？啊？我真的阿罗斯塔，真的阿罗斯塔那边全部人隆重看我的戏耶，隆重看我的那戏耶。你戏不要戏啊，但比你戏个嘞，我喜欢啊。我戏笑到笑啦，鬼也笑啦，我们的故事啦，遇见贵人啦，哇，我隆重戏鬼出呀，24出。喂，24出。戏串无啊？串呐，排播啊，不是人播的。完了，拍戏真的很辛苦。拍戏不是人干的，不是人干的。真的，很多人喜欢做演，不是每个人很喜欢做演员的。真的演员啊，真的，你看他风光啊，他妈的穿的美美啊，吃苦没有人知道的。对呗。
啊，真的很辛苦的，他妈的不是人干的啦，真的。别害别怕哦，别害别胡搞胡谈哦。但是是现在这个疫情，每个在家，所以好卖。那个以前如果没有在家开放了，就可能要想一点，想一点东西啦，想一点东西。可以卖的，我跟你讲，你卖内裤哦，你在现场直接换内裤，我跟你讲，包六八千啦，包六直播诶。为啥嘞？不可以嘞，因为我假肢较，我假肢较大嘞。对，假肢较大，你包大拉啦，不是叫你卖包诶。无，我就我穿大象裤。我穿大象裤嘛、啊，你那个大象裤也是好卖了的，那个大象裤。他妈的，真的真的，那个大象裤，今天我又看到 Facebook 了，有人在卖嘞。他妈的，真的，真的真的，西北好笑，他妈的，那个西北好笑。你吃饱了？哎呀，王雷什么？王雷有人问什么鬼啊？王雷，王雷，两位可以唱《海海人心》吗？人讲这心情。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我拄忘无你的招声啦，干你呐！晚上歌台三万多不要啦，啊？我看你的头发哦，你说三个月哦，你的头发就变那个郑伊健了，是吧？我跟你讲，他妈的，这个头发现在不戴不接，现在很多人在网络卖啊。不要讲了嘛，不要讲了嘛，他妈为什么 comment 我一直看不到啊，一直跑掉啊？明白自己剪的头发看到吗？可以吗？我懒了，我懒假了。没事哟。哎你呢？这个闽南人你的脸好像强奸犯，好像那种弯的强奸了没有？你的脸好像最近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人强奸没有？在警察局被强奸的脸那个很像你。现在落闹还没有啊？对，王雷，我爱海参，不要。不要海，不要海什么？他讲了吗？我要海参，不要海，海海雷龙毛了，海海海，明白海？海雷龙毛，海海，他妈的，哎呦，这个东西 confirm 了，我不知道。那个王雷可以拿虾堵你的屁股，你别堵我堵你的蛤蟆堵屁股，你妈的！欸、这个 legend 能堵吗？哎、欸，我送你这个 legend 哦，是中国的牌子来的，名牌来的，李宁来的。没有你上，我林北都不会打，你不会打，我都不会打。你六十岁，不会，不是有 OK 有会打，但是很喘。我是打羽毛球是最喘的运动，真的。你打足球还可以走路，可以休息；篮球还可以，羽球就是一对一，每个要 focus 就是一直在跑，最辛苦的。我跟你讲，我以为你六十岁。哎，我跟你讲，你打，你几岁入国家队的？我十五岁，哦，十五岁就进国家队呀、啊！啊，连进国家队也没有，我们那些也没有养你国家。有啦，你少不了啦，少不了啦。哦，连退休呢？退休呢？现在如果退休呢？退休啊，加 ice cream 哦。啊，没问我啊，还没问我啊。哦，没有。哦，是啊。那现在李宗伟呢？李宗伟呢？李宗伟夺冠啊，他赢这样多比赛。哦，连他赢的奖金他自己拿还是国家拿？自己拿了，自己拿了。哇，干你拿了都不用做工了啊！不用做了，做工了他。哇，烂嘞！王雷，你不要一直什么欺负陈文宏这个样子，他是哦，你是全世界杀球最快的啊！啊，好啦，你妈的，王爷王爷，来再过牌哦。啊，你是全世界下球最快啦！啊，杀球最快不要可以啊！他妈的，你不要那个最快，我跟你讲，他妈的那个最快就没有用了，我跟你讲，你老婆很快去找别人了，妈的你！我现在直播多少人啊？这边直播多少人啊？两千多个人啊，这边很少人的啦，这边。OK 啦，可以啦，聊聊天也是可以啦，没问题啦，哦、因为我刚刚在经营我的 IG 嘛。哦，你在经营 IG 啦。OK， 你的刚刚今年你经营的，因为干嘛的 IG 啊，全部年轻人没有 video 看，什么 LP 都没有。有啦，怎么没有？没有啊，短短每个 video 短短不爽啊，每个 video 连新闻，你看 Facebook 啊那些奇奇怪怪的很多。真的很多，真的。
你没有 promote 一下你 Facebook 什么名字？新的叫他们去 follow 吗？新的是英刚咯，王雷咯，王雷新的。我坐在坐子的，我坐在椅子的，我坐在一个椅子。你看他坐在一个天王里了，我的拜登跟刘德华一样，就是我了。我坐到了拜登跟刘德华一样。哎，你们既可以教我。我朋友卖的、啊，为什么卖？有卖打架鱼吗？打架鱼啊，打干命呐，干不干呐？打架鱼，干命呐，一只两块，我买两块半，连我赚五毛。干命呐，我老婆不是要去做鸡，干命呐，笑不你？干命呐，打架鱼，干命呐，咖逼啊！你问他要不要咖逼？有没有咖逼？啊，哎，现在哎，你现在如没有打球在做么？没有啦，量地啦，我家后面有地量吗？聊咯，没有啦，你有代言不是有代言什么鬼什么鬼？代言这个啦，李宁啦，我就是代言，我送给你吗？啊，你有给我羽球拍啊？我没有给你羽球拍，现在我给你 bag 先，我看你有没有用先，我给你衣服，我看你有没有羽球拍，你给我你没有羽球拍，你给我的徒弟啊，黄浩峰，你给他，我给他没有问题，我要看你有没有用先，你有用我送整 set 给你咯。没，我没有，我不会打鱼。等下你要拿来渡人家你、欸、没有啦你妈你我没有用后面啦你别是用前面整只跟他拉进去了跟你那跟你讲哎、欸、你哎、欸、你有机会送我一个徒弟的一只咧帮他签名可以帮他签名那个羽球拍跟他签名 啊因为我叫刘柱哎签名很值钱的咧是啊那么呢万一你懂懂枪啊那一只最少可以拍卖最少5000现在你的大仓库可以送给我一件吗大仓库姊妹，来，我每天大江库，哎，大江库是我的，对，没有骗你，哎，对，来啦，你跳舞一下啦，来，那给你们看呢，你妈的啦，不可以了，哎，妮娜，你很神经啊？哎，你是刚来吉隆坡不是吗？没有，吉隆坡很少，我全部北马，北马多，我全部北马在跑歌台，跑歌台，跑歌台，我在北马啦。大山卡啦，阿罗斯达啦，吉达啦，啊，玻璃市啦，啊，太平啦，安顺啦，跑到完了那边。吉隆坡巴生没有去过，来吉隆坡啦。吉隆坡没有去过啊？你住哪里？你住哪里？我住吉隆坡啦。啊，你住吉隆坡啊？哦 ，OK 了，妈的，哇，还不错，我现在看到树木枝，刚才看不到的。刚才看不到，现在看得到。现在2500 OK 啦、啊、，OK 啦，2500。几时来卖鱼？什么？我看可能明天吧，明天可能明天，可能明天啦、啊，明天卖看看哦。还好什么？他的还好，现在没有 4D， 对哦，省到完。你们马来西亚是没有哦 ，4D 没有。哇黑啊！我跟你讲啊，我这边有2000多人嘛。如果以前有一些赌 4D 的人啊，刚好这个时机可以戒掉，不用买了吗？直接六月不要买了 ，open 的时候就不要买了。已经这么多期你们兜人，我坦白讲啊，大家说这个月没有钱花，哎，不够钱是骗人，因为我们现在在家里每个都没有花到钱嘛。哎，不用吃、啊，是不是赌？不耶。他妈的！你们政府有补，你们也是有补，我们有补，你们政府的钱的补哪里吃得完？补个零啊，补哪里有？有马来西亚好像不是一个人600-900，有。哎，有补啦！你们新加坡有补，我们这边没有补啦，那里有补？是吗？是啦。我的有万能，你的鱼有多少？什么卵？你的鱼？跟你呢？他讲问什么？哎，你的 comment 我的 comment 一直看不到、啊，他的 comment 很快的，跳很快，不要打害行情。没有，他很快，他跑很快。我这边两个，我自己可以看到两个人。马来西亚物高价，有啦，人家有补啦，一人250，你妈的，你还说没有？250买什么？有啦。250买什么？600不是没？保险套100个咯，刚刚好。没有补了啦，你不要。我跑了，你那边有补啦？你是 only， 你知道吗？你哎妈的，你问马来西亚人，我刚刚我有看到你们的报纸，我有看你们的，我有 follow up 的。金龙鱼什么？那个人讲什么了？金龙鱼没有卖有卖吗？妈的啦，
红头鱼你要不要红头鱼？妈的，看哦，看家庭收入啦，有啦，有补啦，喵你呢？你说没有？唱浪子回头，分一滴一滴的点，就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的酒拢卖好了，你的妈妈。哎、啊，看麦子嘞！我老婆拿到自己进步我都跟你讲，你老婆几岁？你老婆30多了。你在打羽球认识她了？啊，认识她10多年了啊。我妈的，打羽球都可以打到一个老婆回来啊！哦，可以啦，有啦，在那个 stadium 前面等我喽。啊，你在哪？你自己选啊。讲认识的，两个认识的。讲认识啊。啊，你老婆现在有没有听？你老婆有没有在听？我老婆有没有在听？她在过来。有听吗？我讲的话听得到吗？她听到了，去楼上了。她去楼上。我问你，你跟你老婆在哪里认识的？啊？在哪里认识的？在吉隆坡啦，在吉隆坡认识啊。吉隆，啊，你认识多久？你认识多久？十多年。我认识10多年了，哦，几个孩子了你？几个孩子了？一个孩子吧。啊？一个孩子1岁5个月吧。哦，那几岁啊？1岁5个月。哦，男的女的？男的。男的 OK 了，男的有接班人就 OK 了。你有几个？王雷，你很帅。哇，三个，应该如果没有错，三个明年就不一样了。明年应该我。因为我们现在全部在家里嘛，啊，在家里不待机嘛，啊，连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嘛，连我太太应该是明年会生孩子了，哦，你每天都要嘛，哦，那他妈的，妈的，家不用穿底裤了。周末你也讲我跟李宗伟是双打的班的，你是逃咖？我没搞错，你没搞错，我没有打羽球的，你要问我这个就知道我不会的。李宗伟是打单打的，我是打双打的，是吗？这样你自己单买双打都不会赚钱，单打不会带到钱，不可以双打去跳去单打吗？不能的，不可以的吗？单打很难打的。哦，是啊，不可以打的，很累啊。哦，是啊，嗯，很累。哦，你没有试过？你一个人唱歌跟两个人唱歌，一个比较累还是两个？哦，我觉得一个人的，我一个人比较爽。一定是一个人，因为这么你两个人唱歌，给你的掌声也好。嗯啊，而且你的班呢唱错还是什么，你会骂他。一样，我们做搞笑艺人，以前我跟阿南做搞笑的时候，他心情不好，情绪就低落嘛，低落就没有听到笑声。连每次下台，我们在我后面，我一定赶他的，我一定骂他的。我看你吃饱，没有真的。现在，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做，不是我们做搞笑艺人啊，40分钟啊，一定要给人家笑30分钟。真的，我们搞笑艺人，你45分钟你走搞笑艺人，给人家说笑10分钟，鬼会看了、啊，没有人看的。反正有看了。对，马来西亚。啊？没看吗？你的老公啊，阿辉呢？阿辉是吗？在那里面。阿辉今天刚刚打给我啊。你在看他吃饱了没有？好、啊、阿辉，没有他干嘛的？阿辉吃饱没？吃饱没啊？他退休了啦。吃饱没？他那天来我们的歌台直播秀啊。这样你还没有退休了现在没了干你那现在卖一个酱红我还退休你吃不吃啊你他妈的你白痴啊干你那现在卖一个干你那你还退休你小哦没有啦我要跟你一起卖哦你打很多不是啊不是很多很多很多产品啊在要选好了啦不要乱卖他妈的那对那些对那些网民啊不公平买椭莲、啊，你要选好的。买椭莲 啊！上镜买椭莲。椭莲什么？买椭莲啊，买榴莲。哦，你们叫椭莲啊？没有啦，椭莲是甘榜人讲的，榴莲。哦，然后榴莲啊，因为是价钱一直不一样的。我讲的啦。价钱一直不一样。你卖木生镜，我讲的，你不要小瞧去卖那个泰国榴莲68的那个。不，没，新加坡也是没有人要。啊、哦，没有人要啊！卖榴莲呐、啊！哎，那到李宗伟，看你了，来，你跟什么？李宗伟啊？
李宗伟 啊，真的吗？你妈的，李宗伟，真的，他妈的，他真的有来？松爸，他来了，他来了，快点，他跟你打招呼了，对不对？啊，是吧？我没有看到嘞，看嘛，我什么蓝趴都没有看到，你这样看。Okay, 来，你现在跟他讲话来，刚才你骂他是吧？你讲他坏话是吧？刚才我没有骂他啦，我是说他赚很多钱，你骂的我，那你骂李宗伟，你干你那，你不要害我哦，干你那，干你那什么？妈的、啊！你说李宗伟，我说李宗伟的人很好啊，屌你啊！你不要害我！妈的，他等一下以后不要看我的电影哦！妈的，你啊，你看他吗？你看他吗？我看不到 comment。你看他吗？李我看不到 comment， 是真的吗？李宗伟很有名的嘞，比林北比林北更有名嘞，李宗伟。我们方比你更有名咯，你跟他讲两句先。对啊，李宗伟，祝你身体一定要健康，阖家平安。大小都顺顺利利，伊是啥物人啊？福建人哈、啊？伊是槟城人。啊，槟，哎呀，是槟城人啊！啊，我是王林吼，啊，祝福你李宗伟吼，和你厝内爸母食百二，会使食到120口，啊，无喙齿个葡萄豆，会当厝个种花，个会种草，和你合家平安，和你囡仔考试100分，我让大人趁钱食会春，和你顺顺利利，和你兴旺。话啦，干你那李宗伟，林北以前跟人家讲这些话，全部要收钱了。我跟你讲，哎、欸，叫李宗伟送我一个 bag 嘞，叫他送我一个签名的 bag， 可以吗？他在这边呢，他听到了。他等下送我一个 bag 可以吗？我送他一只鱼啦。你送他那个虾可以渡人屁股的。那要渡那个屁股了、啊，没有渡进去还要咬的嘞。我有一种，你要渡进去有咬那种才够力，还是你跟他咬上去的那种比较够力的。对吧 ？OK 了，他跟你讲 OK。他想我送我一个，可以？他什么名？等一下你，哎、欸，等一下你，他的户口什么名？你给我知道。OK OK。等一下我去加他。林、okay, 欸、你跟李宗伟讲，林北明星嘞，林北去加他嘞，加不用来加林北，林北去加他。哎、okay. 欸，你跟李宗伟，林北嘎嘎的啊，我们拍过24部电影。OK OK。每一部都破百万。你跟李宗伟，因为我知道李宗伟有李国煌刚刚有演他一出戏嘛，啊，李宗伟的戏啊，啊，你不应该找李宗伟，李宗伟你不应该找李国煌啊，李国煌演苏林北，我跟你讲，如果那部电影啊由我来演你爸爸，我跟你票房一定过千的，好不好？如果你那部电影啊，你的电影啊叫我演啊，没有破千万啊，没有破千万啊。林北脱裤从吉隆坡走路过来新加坡，你卖多跑啦！没有啊，李光伟跟他很熟了，跟他很熟。啊，李宗伟真的有在看吗？有在。是哎，哎呀，我不知道他什么名，我不知道你这边 comment 跳很快，看你呢。他是李宗伟，如果要他阿毛了 ，You know speak English 啊？李宗义啊，现在有一个李宗义嘞，哪里有李宗伟？哎，那 speak English 啊？Can no problem. I tell you, I English educated. English educated. You can. Yeah. Can no problem. Boleh cakap Melayu, gua pun boleh cakap. But why my friend say you cannot speak English? Babi lah, who say cannot? They say you cannot speak English, ma. Can. Eh, Mel, Li Zhongwei 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什么？李宗伟吗？是咩？真的吗？那个是他真的人吗？他真人来的，等下我拍给你。等下我拍给你，你去加他。怎么？他很红嘞，他一直拿冠军。看你那他的，为什么人家的妈妈这样厉害，生到一个打这么厉害打羽球的、啊？但是坦白讲，我讲白了，现在我看吧，李宗伟是不帅啊，不帅，输我。跟你一样哦，帅啦，两个。咋了？哎，我蛮像他的脸的嘞。你呀、啊，对不对？人家看你直播，啊、你讲人家不演刀，不是 daddy 咩？不是我，不是我没良心讲，我真的。没有一个没有新马，没有一个运动员好看的。干妮娜，她的脸全部有的歪歪。哇，你干妮娜，你这个最近好不好？马来西亚有一个警察强奸的脸哦，就是你的像很像。放后来。啊，李宗伟也是北马人呐、啊，塞宾。北马人、啊。匹马。厉害。对、嗯、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一起打球练球？有啦，以前一起练球啦，现在他没有。有没有一起？你们两个有没有一起去交际？没有交际啦，不要开玩笑啦，喂！干你那不敢应我，哎，你不敢应我，你问我啦，哎，你问我啦，我问你，
有没有去交接你？当然有了，该让这样进进你家那边。没有没有没有，不给不给，他妈的不给不给，我全部跑去外国了。我们这种是，哎，哪里干嘛？新加坡哪里可以送的，对不对？哎，现在哇，三千多人了，不错，啊，不错不错不错，三千多人是赚多吗 ？OK 啦，别拍。哎，我第一次在 Instagram 直播嘞，别拍啦，第一次，第一次，我第一次，第一次，我第一次在 Instagram。真的有些吗？我要看了、啊，等一下我摸看看，要摸看看，要他妈没有 feeling 了，好吧？啊，你啊，现在李仲伟是打没有打了？现在哦，也是没有了。人有叫吗？有叫球啊？有没有在叫？他妈，我跟你讲啊，他帮马来西亚，我讲真的啊，我不怕得罪马来西亚人啊。OK， 他帮马来西亚在全世界加多很多分。很多分啊，帮马来西亚加分，在世界名义上，他对马来西亚加最多分的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李仲伟，扣最多分的，就是 NH370。哦，我跟你讲，李仲伟真的国家，他没有欠国家，国家有欠他，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事情，我们看新闻的啦，对不对？你也是对国家有贡献。坦白讲，你陈文宏也是对国家有贡献，你们也是亚运会拿到奖牌，这个是对多国家真的每个人民就当你们英雄，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资格去为国家争光回来。很多人很容易讲嘞，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他们不会想到什么是为国争光。你穿着你的国旗，你妈的啦，你他妈的李显龙要做临别去抬头了啊！为国争光，你们俩哎。欸，我问你，我问你一句话，你拿到奖牌，你妈拿跟李仲伟啊，拿到奖牌的时候啊，穿着马来西亚的衣服上去的时候，升起马来西亚的国旗，你的心情怎么样？你讲，爽啊，爽，对不对？对不对？嗯，是呗，是呗，感动哦，是呗，感动哦，尤其是个头一摆哦，无变的，也毛龙种徛来，哦，球毛龙种徛，对不对？很感动。无啊，哎，叫有真侪人明星，真侪人明咧电视机看，因人本来哭啊，有诶哭啊，啊，袂变呢，因为感动甲做戏无相像，发出内心。嗯，那我讲啥物啊？啊？做戏无相咩？做戏无啊，但咩讲干掉啊？七路边干呢？那我去啊，热你热啊，把你讲干啊，讲干啊，要错掉有啊？因为当初你想。不是，因为你看妈的，有时候我们在咖啡店讲咪嘛，吃东西嘛，连整个嘴巴都在咬，啊，连他叫我们拍照，我们说哎、哦欸，给我吞一下，他直接讲干呐，你那多白的讲干呐，哎呦，我跟他们，你还有人讲，要等人家得空才拍啊，对不对？对，不是他，我还跟他讲，哎、欸，给我吞下去，给我咬先，不可能，我跟你拍照就。那这种白灯可以拍照吗？是啊，那你可以拍照，对不对？笑了他们。你、啊、你要跟李仲伟直播吗？他可以吗？肯定可以的。可以。我不知道嘞，哎，他大人物，我小人物嘞，可以吗？你几次？没有，他随便啦。他你跟他讲啦，我 anytime， 因为我小人物，他大人物嘞。你不要，刚才你又讲你直播五万人看，现在又讲小人。他妈的五万人是 Facebook 我不懂，可以拉他吗？可以拉他就一起讲。他赶紧进来，我五万人，我怕李仲伟进来掉成五千人。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李仲伟现在有在干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喜欢开玩笑，我喜欢开玩笑，我喜欢开玩笑啊！不要见怪，我喜欢。没有隔夜仇啊，我隔夜仇啊。啊，我真的，哎、欸、我以后去槟城，我可以找李仲伟嘛，对吗？他住吉隆坡，但是你来可以找我们，哦、我们去吃饭。哦，你也是住吉隆坡啊？我住吉隆坡。哎、欸，我们可能七月啊，我们有戏在那边上，我们的故事。我去 support 你啦。发推第三集啊，我李国煌，还有辉哥，我们三个都有演。你又知道？特别好笑，这部电影记得。你又说他退休了？有啊，演了，没有，我们演了这部是，我们演了才就这个疫情，本来要上的就不能上了啊，本来是过年上的嘛，
那个一千就不能上了吗？上不到了，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七八页了，七八页了。奇怪了，我的 comment 是看不到，那是一个一个纳豆来了，谁来了？有纳豆啊？你帮我，你帮我。有纳豆，有人写了，谁？纳豆利啦。哦，人家叫纳豆，就是纳豆利啊。哎，你们的纳豆有没有钱拿的？啊？没有钱拿的啦。哦，你问他，他有在干的。没有，你问哎，你问他了，我跟他直播了，可以了，可以这样直播了。我不认识他，他 OK 的，他 OK 的。我不知道他妈我他比我出名，他妈是全世界的，跟你那李宗伟是全世界人家认识他，因为我们只是在新马而已。你笑啊，他妈的，你在开玩笑。你们这种是亚洲嘞，陈文宏是亚洲嘞，他妈的，对不对？妈的，我们的电影剧都不是。问谁？帮我问那个阿辉贾爸爸。怎么嘞？贾爸爸他。他贾爸应该贾个西北爸了。confirm 哦。对啊 ，confirm 了。我今天刚刚我给你个报告缺点呢。拿豆讲什么呀？哎，看你那看 comment， 拿豆讲 OK 了。看你那，你跳过，你没有看。我跟你讲 ，OK 的，一定 OK 的。我跟他做直播啦，我要扣一些嘛，对不对？那别的没看，你是拆工的啦，你跟他直播。安瑞，他妈的，哎，如果拿豆啊，那李宗伟有一天呢、啊，叫他慈善，叫林北这个卖一个跟他拍卖一样东西，捐出去。OK。捐给前线的，捐给前线的。Okay.连我们找多一些商家，你看啊，连我帮你做直播，这些钱全部捐出去给科工，因为我听说你们马来西亚科工也是很假烂，前线也是蛮假烂。现在我们是在这边，在家里就可以帮助国家，所以真的前线很需要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提议你们可以去，你们以求解的、啊、来召集，由我来帮你们拍卖两三件就够了。连我们就喊标，全部捐出去，全部捐给马来西亚的前线医务人员，多少啦？5000也好，3000也好，10000也好，全部捐出去。如果不够啊，不，你没有你们拿东西来拍卖，全部捐出去。如果那个东西还拍卖不够啊，我老婆也拿出去拍卖我老婆。你没有卖，你一定你卖掉，你老婆还能娶吗？他妈的，真的。如果真的，我觉得有一个提议也可以这样啊，在网络拍卖，能把钱给我们的前线人员，因为马来西亚的也是很辛苦哦，真的很辛苦。他们我们在家翘脚嘞，啊，每个人在翘脚，每个他们没有想到那些在前线打仗的多么辛苦。对啊，真的免费帮他们做，去研究一下，北冰灯的还是 back 什么这些，你们有赞助商吗？我的赞助商跟他不一样，他是日本牌子，我是中国的，但是可以了，是吧？没问题了。啊，那连捐出来多多少少5000、3000也好，给前线艺人买那些口罩也可以，不用紧，对不对？我觉得好提议了，不用紧。你看你那边卖鱼的，不用紧。如果有，我 OK 了，我 OK 了 ，OK， 我 OK，OK、OK 啊 OK、了。要公的还是母的？有那个虾几只脚的，他们你算了啊？啊，看你那。我没有啦，没堵了。昨天那天我卖啊，林北，我知道他们要问我这个问题。林北黑龙种也卡龙种还嘎嘎掉，林北龙种还嘎嘎掉，懵啊，懵个烂啊，给懵个烂啊，那边懵，他妈的气到林北多难怕了，有没有？海星有眼睛吗？看你那问这种问题啊，还问我海参有骨吗？看你那还问林北那个虾有没有骨本？看你那这种问题，我真的不会讲。哎，我看啊，看你要直播卖鱼的时候啊，你要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先，你要吃药先。哎，真的，我跟你讲，林北如果多两天直播，林北不要卖鱼了，不要卖什么？不要卖鱼，我不要给他们知道，我不要给他们知道。看你呢，我现在在讲他们传，哎，王磊要买，他们想好好来等林北不是死。你跟我讲、啊，对不对？没有，不要妈的，等下他们来捉弄，我现在不可以讲了，妈的，就、哎、他们在标林北标好好。但是你讲刚才那个可以啦，可以做啦，安排一下咯。OK 啦，可以啦。
可以了，不用紧了，你们去研究看看，你跟李仲伟研究看看，你跟他 WhatsApp 一下，这个是真的，然后以我来标，我们找一个日期，这些东西标了全部捐给前马来西亚的前线医务人员。但是我要寄给你啦。寄什么？那个东西我是要寄给你吗？啊，给人家没有啊？如果是啊，那可以啊，你可以啊，你去研究一下啦。可以啊，就是我寄那个书包，我寄那个书包两套给你了，你徒弟一套，你一套啊，衣服也是有。OK。啊，哎，要签名的嘞。我是没有签哦，那你知道你要签不要签？等下你没签，你赶紧买嘞，对不对 ？OK OK 了，那你叫你，那你没有？你跟你们有要不要喊标要做慈善吗？我不知道啦，要你才跟我讲啦。可以，没问题，恐慌可以。没有，我们两个的力不够，你要加一个李宗伟才够力。他 OK 了，一支以球拍。喂，你是扯眉是吗？他讲 OK 了。林北不是扯眉，林北现在是老了，有一点老人痴呆症了、啊。看 comment 啊！我看不到，你哪部林北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看你现在看。看你呐，你哪里被磨扁了？李宗伟一起按摩咩啊？不会下按摩一下呢？是啦，伊 OK 了，李宗伟啦，李宗伟都不好哩。哦，对，我看到了 LEECHONGW Official 哈，要帮只 Official 哈，对不 ？Official 来买啥歪吗？啥歪？啥么讲干呐？一进来李宗伟无干你呐，你们还恁爸干你呐可以干？你看一看，你看个知道，看个知道。对哦哦 ，OK 啊，可以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就找那个赞助商，哎，你和诺基以球拍，连我们就在网络，我不知道，连我就喊 free 的，连就他们邮寄过去那边，叫那边的送货，连他的钱一支标1000也好，500也好，整四五支可以标5000，我们就捐给前线医务人员。但是我跟你，如果他们。球拍标200多千啊！啊，干你那有影无？你卖标啊！你那是5000块，都偷口罩啊！我都讲。干你那他的羽球拍标900几千啊！好啦，在马来西亚200多千，你卖开玩笑啊！你5000。我干你那标，干你那标，人那个是蛋白的嘞。你要不要开玩笑？真的是200多千的他标。真的吗？真的。干你那真的吗？啊、对不对？叫就拉黄明志来，就我们炒给他够力够力，对不对？又叫梁志强来，5个人，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哎，4个人、3个人直播的，可以的、啊，可以的。现在梁志强可以，可以啊，啊，梁志强可以，我跟梁志强联络了，等一下你跟李宗伟联络，我们来新马来连线，哦，连线了，我们来拍卖那些钱。我们全部捐给马来西亚前五医务人员。OK，Steady。你去找你的 sponsor 啦，你去找你 sponsor 那个羽球也好 ，bag 也好，我们不要打给标200多千啦，我们不要这样打给10000啦，打给10000就好，打不要这样了。10000新币。10000马币啊，马币啦，我们不要贪心吗？你一定要起啊，底价起标的吗？对了，我问你一个羽球拍底价多少？我哪里知道林北哪里玩？林北没有我林北，哎，你跟你讲，你听，我没有打球，林北有玩球的。林北跟你讲，啊，马币啊，但是如果底价要288喽，但是底价要有李宗伟签名呢，你要288怎样？是吗？188，如果李宗伟签名，我没有打羽球的，我出到5000喽，是不？你出5000。那如果没有人标了，哦，5000我吃咯，我吃李宗伟那啊，我讲高了，但是要捐出去给马来西亚去医务人员哦，前线的哦，5000美金啊，没得空干了、啊、美金没有了，干你那，你别卖衣都无赚5000，可能干可能二销你给安怎，妈的，哎、欸，都袂好赚新币的，都把都。讲水嘛，比嘛那会使 ，stadium 无。你，今年那你知影无？可能二小月起个，今年那地方赚会到，吃袂到，你知影无？都4万几人，你个卖白虎，卖白虎，白都大兵都少。
没啦，应该大家开心啦，大家欢喜就好啊。赚钱大家都要赚啦，要赚的要开心，赚的要开心，大家赚的要开心啊。你卖完衣啊？你睡觉的时候有安球吗？没啦，我还有玩那个球啊。哦，阿妈那卖了衣啊，啊那老憨嘛，就爱吃。你憨啦！我平时叫困着老憨。你憨是有毛的不？古早些嘴啦，古拉个七七八八了。我的跟你那，跟你那有3000多人，你不要以小瞧，你别有形象了哦。跟你那，明白跟你讲啦，等下 video 已经上 Facebook 了啦。不要紧，不要紧，因为这个24小时就不见了，对不对？他们可以录的吗？可以录的。什么 ？iPhone 可以录吗？录了还可以割出来吗？是吗？3000多人，你们，你不要开玩笑，因为刚才我，不是，我讲真了，你们不要录了啊，你录我可以的，那个李宗伟刚才我开玩笑，全部跟你们别剪掉哦，不然我叫我的公司，我发律师信了。刚才我有讲到李宗伟那种开玩笑的话，你们不要跟我拿去剪哦，我跟你讲，人家是拿舵，你不要跟他妈的，我开玩笑就开玩笑，看见了，你讲这个我就有一点吓到了，看见了，不要，不要，没有，我玩是玩，玩归玩，人家怎样都拿，都要尊敬他。我喜欢玩，但是玩你玩我可以，你不要他妈的，人家拿到我李宗伟是国家的英雄，他妈的跟人家捡到一大堆，不是我，看他被马来西亚人一定丢干了，我一定丢干了。林北叫你讲话，阿嘎阿呀如何了？你看现在才讲了。你妈的，我哪里知道那个是真的李宗伟？他妈的！干咩？你不相信我咩？我讲话你不相信咩？我不知道，我哪里知道我们这种小咖他会进来看？会的，我跟他讲有看到吗？他进来 support， 他讲没有关系，你看到吗？哇 ，Steady， 没有，不是，你是国家英雄，没有你，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我的 video， 我被人家捡到是，不是被人他妈的马来西亚的网民是西北厉害的。还可以拿林北的 video， 我看你那个你个不破的，你讲干可以捡到那种对话，那个是天才。那个男生林北是要找他的。那个男生，如果你现在在线看的话，还是你的朋友，最近最新的有没有？有一个人跟我对话的一个男孩子啊，那个 video， 那个我看了这一个礼拜是最好就是那个。如果那个男生认识的，叫他 PM 我，叫他 PM 我，他妈的。你是要谢谢他啦，他帮你割多人看，人家认识你嘛，对不对？你卖鱼不是，我知道 ，OK， 他割 ，OK， 他割我 ，OK， 他传 OK。但是刚才我有提到李宗伟那个不要，因为我刚才有跟他开玩笑，什么玩李宗伟，最好是讲不好的，不好不要剪，好的剪下去，不好的不要剪，不好的，他妈我被全民攻击的哦，你妈的！不是青光，我不惊，他妈的，我不惊，我不惊，我是惊，不要得罪人，不是我不要得罪，我不要，不是，我啦，李宗伟，我喜欢开玩笑啊，我真的我喜欢开玩笑啊，如果有得罪的地方，多多抱歉，干你呐，跟你做直播，林北还要跟人家道歉 ，sorry， 干你呐，很辛苦啦，到时跟他啊，可以啊。我帮你安排了，没问题了。可以了，我跟梁导看他，如果可以啊，梁导他有 Facebook 吗？有，全部有啦，你放心啦，他的 Facebook 一个 million 多啊，粉丝。哇，嗯，看你那这样多啊，嗯，哇，等一下我要去找，连我跟梁导联络一下，连你跟我联络一下，看几时，没有关系 ，steady 啊，感觉心多啊，心多啊，人啊，心多啊，人啊。阿妮娜，你们听到哦，李宗伟自己讲没有关系哦，连你们敢去剪，这个要录起来哦，要录起来是吗？没有，要证明一下嘛。李宗伟说没有关系的，他妈的，他不要你还告我，你别是卡森里啊，跟你讲。你每天干了，你都有今天了，我跟你讲啊。没有，我们是开玩笑的干 ，OK。所以那个做捐给前线的，你去联络看看。连我跟梁导讲，我跟梁导跟李宗伟，我们三个人直播就拍卖有多少拍卖多少，那些钱全部捐给前线医疗人员。可以啦。OK 啊，我们再安排啊。这边没问题啦。OK 啊。
可以啊，嗯 ，OK 啦 ，OK 啦，我要下 ，OK 啦 ，confirm 啦，哎，跟李宗伟谢谢啊，对不起啊，纳多利 ，very sorry， 达利我接过阿拉阿拉爸爸阿拉萨拉卢江安马拉 ，OK 啊 ，terima kasih 啊 ，kasih lu pia papa bagus， pakai lu pia cucu nenek semua bagus bagus， kasih lu pia anak 啊 ，pandai pandai， kasih lu kasih lu malam 啊 ，bagus bagus。OK 啦 ，OK，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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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OK， 拜拜，拜拜。